郭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原来你都是在骗我。我骗你什么？你给我发了这么多信息，说你在等电话，结果你已经到了。我坐道具车来的。那你为什么先到了呢？因为道具车得先到啊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你真坐道具车来的？对啊，我和凯哥我们俩。怎么回事？谁第一个打的？我呀。那我只有一个电话的机会啊。你打打嘴。你打给谁了？我打给了一位老人。对，一位老人。咱俩别互相欺负。高龄了，目前。跑男最高龄的老人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我大哥打给了我们唯一的女性，为什么呢？怜香惜玉啊！你说穿这么美，穿得这么好，坐着板车或者拖拉机过来，你说是不是？那 baby 呢？我也是为了颜值照顾新人，这个没毛病吧？你什么和这个？等一下，这里有一点毛病，你说年龄啊什么的，我可以理解。颜值我输在哪里？咱来站一起，站一起，咱站一起。你输在了你的肚子上。好，我们不比颜值，可能输就输在这盘猪头肉身上了，猪头肉身上。我颜值上可以承认，坤坤没毛病不？但是在气质这个方面，我们一直是拿捏的死死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我瘦过，你胖过吗？其实我胖过，你去网上搜蔡徐坤机场胖，你能搜到很胖，是吗？最胖有到过多少？就大概140左右。140左右叫胖啊？凯哥，你多重啊？他现在165。没有没有没有，164和65有什么区别？各位成员，大家好，全新一季的《奔跑吧》就要正式开始录制了，再次欢迎大家。好，我们这一季呢还有三位新成员，沙哥、坤儿和麒麟，我们也再次欢迎三位。欢迎沙锅菜。我们官宣之后呢，网友已经给你们起名字了，沙锅菜已经给你们起好了。好嘞，但我们也有了新名字，什么叫沙尘暴？沙溢、雨辰、小雷暴。哦，对啊，我是混搭，哪边都能搭得上。